因为今天那个读书会下半场，然后刚才我们已经开始热烈讨论了。好，那我们就先请实力来导读这篇文章。刚所长跟丁老师讲这个 Gary 的学术历程，介绍的非常的清楚。然后他，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掌握理论语言非常娴熟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每一个时代都紧紧的扣住了那个时代所讨论的东西。所以读起来其实是还蛮过瘾的。那刚刚丁老师那篇文章其实。我们大家可以这样想象一下，他那篇文章讲的是人的 silence， 然后他区分两种 silence， 一种呢就是在 rhythm， 在那个节奏，在 rhythm 里面的那个 silence。第二种 silence 呢，就是那些被 traumatized 的主体的 silence， 那些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失去，没有办法说出来的。那这一篇文章呢，讲的是我。就像朱老师刚刚讲的，我觉得从头到尾最重要的一个开创性研究就是对鬼的研究。那这一篇文章怎么讲？就是鬼这个主题的 silence 是现象级的，真的。那我打算呢，就直接跳过，就是他有一些非常娴熟的那种写作手法，所以他会先用一个。在西方里面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去设定他所要讨论，那他的第一张照片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那样的设定。那他这个手法其实是非常西方的，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去讨论他。但我们其实可以马上去想到说，就是这个大概就这个我们就可以讲，这就是比较研究嘛，好像也不是，对不对？他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比较研究。可是第二个，如果我把它放在这个，就是 Laura Miller 之前的那个人权运动，美国人权会的会长所说的 Anarchist Theory 的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他是不是希望企图通过描写来创造一种理论的所谓的 science？ 反正这是一个思考。那我先来讲一下，我要怎么读这一篇文章。首先，我是把它放在一个叫做结构民族式的脉络来看，有这样大小可以吗？不行。那这样子呢？这样好一点吗？好，就我把它放在结构民族式的脉络来看。那我们大概都知道，90年代就是结构民族制最辉煌的时代。但那时候的那个整个结构民族制，它好像就是一个 DNA。然后呢，我们好像。一种拒绝预测未来的 foreclosure 的，不知道中文叫什么翻译，用 foreclosure 的语言，就直接把这个共振这里边的共振就直接 foreclosure 掉。那我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就尤其是读到它结构的时候，我其实很直觉的就想到，你开始在很早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是在回应那个科兹米的那篇文章，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回去看一下，而且。事实上，他在2012年的时候，有不断在讨论说，人学跟历史学的对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另外一种历史的书写方式？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启发。我觉得它同样是灾难的。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去描写变迁？变迁有它的必然性。那未来有没有它的不可预测性，在我们书写里有没有存在？那第二种呢，就是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知识？建构式的知识，那结构的知识是什么？比如说死亡这样的一种结构式的民族制的写法，我记得我们90年代，当时我在念旧书的时候，就是最常觉得看每次看到结构是结构式的民族制的写法，都有一种困惑。你们要学的这个锅，这些东西怎么被建构起来的？然后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全面的建构，最后就是告诉我们它怎么被建构，那就是结果。结果你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知识，还是不断的在强化那个原来的知识系统。所以到底所谓的民族制，这种地方信仰的研究，民族制死了吗？它的知识有没有累积？这种结构式民族制，它的知识民族制知识有没有累积性？那其实我自己是比较正面的，我会把
这篇文章就当作是这个这一个延续结构的就是范式的书写尝试。那文章最后写到最后的结论，他又回到那个 Celia Herman 在谈那种奴隶制度、奴隶主体的不可被书写性、不可能的书写。那刚刚辩论这个老师一直讲，辩老师一直讲，他实在是很浪漫，就为了实在是一个很浪漫，他觉得这东西也不是不能写，你还是可以写，尽管他就只是那种。那种稍纵即逝的那些了解，你很可能就是当你写下去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当你写下去的时候，它就不见了。那没有关系，你只要永远有那个 hunting 是永远是那个体力 ，hunting 就永远有那个make censorship and for promotion 的可能性，就是体力。所以我还是可以继续写，没有好吧？就这样，真的很浪漫。那除了权力的作用以外，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书写方式可以为一件事情设定一个知识论的基础，让这个知识本身可以被讨论、被延展、被深化，即便这样的讨论不是一个良心。那我这些都是问号。那我自己来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我创造了一个词叫 reverse history。也是突然灵光乍现的一个词，就是呢，他在讲一个 reverse history。那这种 reverse history， 它作为一种符号过程，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在这种符号实在论底下的知识和历史如何可能？那我自己其实有几篇文章会有这样的题目，是我特别强调的过程。第二个是画画比较如何可能？那这些都是我之后在讨论归类的这个 Cyrus 研究里面 ，Cyrus 跟冥想研究会想要跟继续讨论的问题。好，那我就，我忘记了，不好意思。那我就从 reverse history 作为一种符号的过程来读这一篇文章。那首先呢，我要先提一篇文章，叫做。实际上是威尔他自己用很多，就是在刚刚丁老师的那篇文章里面的有一个 citation 是中文的 citation， 叫做《上海龙王庙的太太》，当代上海龙王庙道教地方祭祀体系的调查。那这一篇龙王庙的文章呢，它在讲的就是那个宗教变迁。那这些描写，他把这个宗教变迁描写的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他就是在建构一个系统，然后呢，这个系统，这些太太们怎么把这个地方给串起来，然后又不见了，然后重新出现了另外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是描写的就是这么的一个理所当然，然后最后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结束的也是，他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既然这些先人，这些先人就是那些 media， 就是那些 spiritual media。先人跟乡愁一样，乡愁是出自于是那个拜拜的那些乡，那个叫乡愁。那先人就是那个 spiritual。那先人他既然也可以在家里带太太，带太太就是那个拜拜。那为什么还要到庙去？就那个道士回来很有意思，他就说，因为需要舞台啊，就是你唱歌，你唱得很好，还是要去外面唱给别人听吧，对不对？那所以呢？道士的回答叫做需要舞台，那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这样的一个神佛，他在那个公共空间里面，他变成是一种表演，他会全然的 for culture 就不见了，就被那个非常纯粹的被进化的那个道教思想 for culture 很消失。那为了这篇文章呢，那香港。他用过程，他用过程来松动这种必然性，用符号过程来松动必然性，也让未来留下保留，还让这个未来保留不可预测的可能性。所以神佛并没有消失，只是他只要有 hunting， 只要人还写 hunting， 这 hunting 真是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hunting。那这个寂寞主体，它就有还有一个存在，就
没有被完全的 foreclosure。 我在这里我没有去解释什么叫 censorship 跟 foreclosure， 它其实在文章里面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解释它，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其实有点简单嘛。那个 censorship 基本就是国家暴力那种嘛，那 foreclosure 就是一种语言，或者是前面已经讲的 meaning control 语言，二转语言语言，就是一种全人的 discourse 的统治嘛。那你要谈这个，那当然他现在用的是这个就 responder 的那个讨论，就是这种谈 subjectivity identity 这个讨论，但实际上你可以直接把它就连到说什么，在更早前就是在一个国家之后教你的那个脉络下去谈。所以我觉得那个威尔他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在抓这些理论语言的脉动抓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现在讨论的这个 censorship 跟 foreclosure 的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两种会。好，那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从宗教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需要提出来，就是在这里他讲的这些 village 大这些村里面的那些小神小佛啊，他把当成是寂寞的主体，那神像就在那里，神像在那里，他就是很强大。就没有感觉他是 Cyrus。 现在有点有意思的是，当他开始把他当时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且没有为那个存在去分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 Spirit。 我们过去在从 Parent 然后在谈这种 Communication 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 Spirit 当成是一个类别化的存在，保持相对于巴黎啊或者什么，我们就会很直接的就上去做这样的内容。那他在这里讲到这些 range 大，不是哦，他就是一个 unknown 那些未知的某种存在 unknown。 那这个突破，我觉得是蛮有潜力的，但他自己其实完全没有讨论到这些东西。对，这也是他在书写上面的一个跳跃，或者什么一种，他用一种非常厉害的文笔写出，然后非常娴熟的那种理论语言去写出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我觉得很厉害的。那所以再回到文章本身，就是当我们把这个 silence 或 silencing 的过程视为权力的作用，就是说当这些小神都被这个社会变现什么的，他不见了。好，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权力的作用。那不管他是 self-silence 就自杀，或者是被 silence 的不管，他都是一个权力的作用，塑造这些小人成为寂寞的主体。所谓寂寞的主体，刚刚那个林老师提的解释，那其实就是那一些拒绝被说的存在。那塑造寂寞主体的两种权力机制，就是刚刚讲的 silence and censorship， 我把它叫做晋升，然后 foreclosure 是失语，那个不是很精准的翻译，我大概用这样子讲。那这个有几个贡献，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很快的跳脱所谓的国家跟地方的权力对立。强调晋升跟私语这两种权力机制，它其实互相互作。他没有用共谋这个词啊，但是他一直不断说这两个东西是不断的互动、interplay 的。那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是甚至可以更广阔啊，它其实是 complexity 的。好，然后他怎么去讨论、怎么去描写这些权力机制的运作，通过线索来不断的找他，也就是他你们从照片能看到。他不断讲到那个符号学理论 ，Gerbach 讲到他，就是当一个剪掉的东西，然后你看到它里面的东西，那个是一个方面的东西。那这些小佛们，这些静默主体有两种存在，第一种就是他说的叫 present as， 跟第二种叫做 absent silence。那什么叫 present silence and absent？ 就是他虽然不在那，但你知道他在哪里。第二种叫 absent silence， 他是
应该是 absent 的 absence 的，就是他不在那里，他也没有在，可是你明确的感觉，你没有办法跳脱他，他就是一直在那，他就是 haunting 对，然后就在那里，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那我还是要回到我提的2014年的文章，就是说所谓的 materialization， 就我们谈这种为什么 materialization 很重要，因为就是目前的目标很重要，因为它会不一样的 discursive subjection， 就是像巴特尔或者那个 Julius Butler 那样的 subjectivity， 他谈的都是一个 discursive subjectation。那可是这 subjugation 本身，它有刚刚那个不可说的那部分，说不出来的那部分，就是那个 absent essence 那个部分。那那个，我就是从所谓的intangible， 就是一颗感知、一颗感可碰触的，所以区别寂寞的存在形式，就刚刚这个量存在形式，还有这个影响。那寂寞主体的寂寞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道德上的困境，这主体它其实没有做一个很特别的 elaboration， 可是它在第几页的时候，对吧？大家讲第一个思考的时候就开始讲到这个，为什么说是一个道德上的困境？他就说，无非当时在做中国自杀的研究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人都说自杀是一种 protest， 它只是一种 resistance， 可是其实他这些自杀的理由都非常的趋于的，如果我儿子不养我，我跟哪个人吵架了，就是这些非常趋于的理由。那你说他真的是在 resistance 吗？我好像也没有，他真的是在 protest 吗？也没有那么复杂，对不对？那所以到底是什么？他们所有自杀这些自杀的心理，他说他终在回应反映你的某种道德上的困境，就是你那种一种道德上，如果是往上面有那种理所当然，或者是那种我没有那种理所当然性，或者我没有那种就我讲不赢人家啦，我在道德上讲不赢的那种道德上的困境。好像他没有讲很清楚，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他怎么谈那个符号过程。这符号过程就是三次死亡的过程。第一次的死亡就是这阳光症、阳光张风症啊，风症最后他来张风症，这风症呢，他的一个18岁小女孩，然后他在工厂里面工作，1969年出生，然后。18岁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自杀了。那这个是第一次的 silence， 第一次的死亡。那死亡之后，隔一年，他妈妈就去找那个先生，然后就听他撞了一个死，就有一个神像。那这个神像就是另外一个佛陀，就是一个圆满的修，所以他生命还是可以延续下去，他的存在不影响生命，他的存在还是可以延续下去。而这个延续它存在的东西是神像本身，那他非常非常清楚的说，神像在那样的一个地方性的脉络底下，它是人，神佛也是人，而且神像就是那个身体，它就占据了一个空间，所以呢，他们会给他床，会给他房间，会给他各种各式各样的生活空间的摆设，就在原来的一些庙就会这样子。那这些小佛们，所以这些小佛们的存在，它就连接了那个地方的人群的历史。后来之后呢，当然就开始进入了那个石头边界的大规模的开发。那这个大规模就开始建了一个暂时性的过渡庙。那这个过渡庙其实也非常有意思。他说，虽然现在都已经都庙都被拆了什么。就当大家全部被挤在那个过渡庙的那个空间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反而变得每个神像都还在，说那个神和地方的连接，那
都还在。地方的原来村子地方的那个生活世界也都还在，那个社会网络都还在，所以他们要变得非常挤，很挤，很热闹。那反而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很满意的一个时代。可是很快就进入到了第二次的死亡，也就是新的庙的建立。那新的庙的建立的第二次死亡，那就是刚刚丁老师不断讲到的那个标准化神像。这个时候呢，神像、神佛变成是一个概念，神明反而是神像。刚刚神像说是身体，那这里的神明，那个道教神明，它变成是一个概念。所以神像呢，它只是那个概念的。一个规范化的概念所投射出去的所在，它就已经不再是这些地方神明的身体了，它也不再跟地方上的人生活、历史、生活世界有所连接。所以这时候村民们就会说，这些小佛们越来越少附身讲话。那重点又来了，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留下很多猜想。我觉得有很多可能性。第一个，你可以想象说，小佛们为什么越来越讲话？因为某种程度上，他变得他讲不赢的那种 moral religions， 或者是他的能力越来越弱，那神力越来越弱，对不对？他存在越来越微小，那神力越来越弱，他的 hunting 的能力越来越弱，都很有可能。可是我完全没给任何解释，这也是数学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那再来就是呢？这个道士呢，开始大张旗鼓地对这个大庙进行规划。那这些规划其实就是所谓的神圣学。那这个规划呢，里面有几个原则，其实蛮重要的，就是 patriarchy， 就是那种父系的，所以被选出来可以住到那个庙里面的只有男的神士。所以刚讲到那个隋炀王就可以被放到那个庙里面排排站，可是他的那些老太太呢？隋炀王的很多的那些太太，像那个丰泽，那个隋炀王的太太，他就不能去，他不能去，那他神像就被丢掉，他就那个神像就被丢掉，那丢掉，那隋炀王的太太呢，只剩下照片，隋炀王家族，隋炀王太太就剩下这个照片。那所以这些道士呢，他会扮演着一个选择的角色，一个主导。规划的一个角色，哪些神像可以被放在那里，他会决定怎么放，要做什么事。那奉真的神像就会割掉，他只剩下那个照片摆在那个金丹的祭坛上。吉叶是这样子，他认为只要那个照片还在，因为照片呢，它还有一个依据，那依据只要做那个仪式，他就可以被 animate。就可以被 animate， 就可以被 image， 就是谁看到他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对。那当他一次被做的时候，他就被 animate。所以这个大庙还在的，这个大庙，然后这个隋炀王，跟这个照片呢，它是可以保留那个过去的，村子地方上的那个生活世界，那个社会形式、social world 还在那里，它至少还在那里。那可是呢，第三次的死亡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全真道士。那这个全真道士呢，这个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大师的弟子。全真道士来了，就说我们这个道教的庙就要有道教的样子。然后所以开始就做了很大规模的改革，那整个把这个庙。里面的仪式啊、信仰啊，像这个巫师化的中产阶级，让看起来感觉都比较高级，也开设了说传统阶级传统的课程啊，然后吸引这些新进来的那些，那庙当然就很容易破坏。那这些过去的村民，那些只有10万、100万，那对于10万，然后不是一笔钱，所以这些人很快就被这个庙遗忘。那这个遗忘的方式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道路本身，它也跟这个地方上有什么关系？全真教也跟这个地方也完全没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个地方也根本对维持这个地方来讲一点都不重要。
那这些这么一个全身道教化的庙呢，它就要很全真，那这些小佛就全部都关到地下室。刚有讲到说那个仪式，仪式本身它会创造那个一体，它的词叫那个一体，就那个它还是会在很短暂间歇性的创造那个保留那个 social world， 对不对？那说只是 social world， 可当你那个仪式都不能做的时候，那个地方就不见了。所以出名就因为那个包括说你这些连什么初一十五的事都不能去做，那出名就跑去干抗议。那你又讲过你的包括为什么？因为你这些都是迷信啊，你这连宗教都不是，都是迷信。那当它是一个迷信的时候，它又陷入了道路上，不行的话，它就被消灭了，所以又是另一次的杀人。那最后有意思的就是这些道士呢，就会把这些地方上的神全部都抬成造孽，然后就是做成档案，把它当作历史，储存在庙里面。他就那个神就不见了，神的存在就不见了。可是有这么简单吗？好像没有。所以从晋升到司仪这个过程，他基本上认为这个过程是结合了所谓的生生训跟风波学这两种机制。那小佛这些小佛们最后被当成档案放到庙里边，成为那个失去的经络主体，然后只剩下个人的记忆，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了一点。这好像也有太辛苦，而且其实也太现代了，基本上没有很现代。为什么？因为所有从刚刚讲的第一次的身体上的死亡，第二次的剩下的身体的死亡，第三次的主体的死亡，这三种，你都会发现，所谓的死亡，它并不是结束，而是反映某种，我觉得在这里他想要谈，就是他其实还是有某种道德上的困境在那，道德上的某种辩证在那，就是结束又具有某种道德上的意义。那假如结束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席的还是结束，假如结束是不可能的，因为缺席的还是会再出现，就旁体，就是讲两次，就不断的旁体。那你不断的重复的死亡，就只是不断的一步一步逼近那个 conclusion， 直到那个寂寞的主体，就是所谓的永远的消失。但这个逼近你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办法 complete。好，那我觉得有意思的点就在这里。如果我把它当成是一个 reverse history， 相对于所谓的 imperial history。就历史上的某一男性，然后走到某一个终点，可是这样的一种通过符号过程来解构历史的方法，有点像就是在重新 reverse 你的历史。那可以问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尊神信仰的变迁，这个 religion 被 silence 的过程，就是他这篇文章里面。并不是基督国家独特的现象，那可能就是一个城市化或者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这种 silence process 我们如何导向所谓的民主跟集权的讨论？我觉得这应该是他可能未来需要更多的讨论的，因为其实不只是他自己在谈，包括 Angela King 在谈上万年是，就是城市化，它没有民主跟集权之分。可是我们很明显就看到，在民主国这个过程本身是如此不一样的其他结果。即便他看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去描述这两种权力结构的最的差异和扭曲？我都不是有很好的答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种道德的限制，就是 moral contempt，
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不管这些村民跟道士，他有各自的坚持。那村民虽然讲不过道士，但他还是存在，他还是他那个神像就在那里，他就是在那个存在。所以一种经验式的意义跟一种话语式的意义的对抗，就是我只要就一种经验式的认为的对抗或者共存，那这样的一种 moral contentment 如何使得我们所谓的伦理生活的是如何？那其实是会偏最后的话题，就是他去比较重要的探讨。上班了半个小时，谢谢书院啊，也是很那种反思性的一个导读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会到五点，所以接下来30多分钟，然后我们会来讨论。那我想，今天是读书会的形式嘛，所以我们的讨论呢，也有几个面向，一个就是。提问就是针对刚刚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会进一步的询问一些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说各位读书会是跟我们正在听到刚刚的大家的介绍是什么样的？其实纯粹的分享你的想法，或是你的不是想补充什么材料，或是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就不一定用提问，是我可以接下来的时候跟大家有没有想法。我是对书老师来参加的，但是很感谢这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我这个我们对书在外之外，所以我想说啊，这个是我就这样默默这样跳过去的，这样跳出来过来，因为后来我看一下，我发现我是非常惊讶的收获。那当我收获呢，那这很多，那我就不多讲，就是说。像这跟宗教有关系的并不是很多，跟宗教有关系的说确实。不过就是因为刚才几位老师提到一些他对宗教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有些想象，不过待会儿再来说。首先，我觉得这两篇的话其实是应该放在一起读。那放在一起读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导出来，就是说，沉默其实真的不是沉默。只不过只是因为我们站在 local centered 的时候，我们才会认为我们有个成功的感觉。所谓 local centered 是说，所有的意义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语言把所有的意义都讲完了。凡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讲出来的，就是 silence。那它基本上这里，我觉得这两篇文章的调性就是反映这个看法，而且举出的这个当代中国的这些仪式等等来说明说。特别可以在仪式里面可以找出来这些反对去 argue against 这个 local centrism 的一个非常公布的一个场域或者说现象也好，所以这个 silence 可能在某个面某个时间点上某现象上的点上是 silence， 但是在另外一点上他又用 silence 来触化或者说转化人们对这个世界意义的一个认识，特别是在第二篇文章 Three Deaths， 在第一个 Death 里面，我们把故事全部讲完，所以他要用其他的方式又复活，但又有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当然只有神才会知道到底是 Silence 是真正的 Silence。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永远可以看得到 Silence 只是因为我们在 censorship 跟 foreclosure 这两个 paradigm 里面，我们才会看到一个 Silence。可是并不是真的有 silence 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这两篇文章，当然这个说第一首先的这个最早的导读让我想到很多，有让我在写这两篇文章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两篇文章它给我的是一个相当温柔的一个人，像不像94年几位提到大象非常强烈的 resistance。那个 resistance 就是有明确的主题，有一个明确的话语，然后有一个明确的动作。那我不知道是因为时间的也也也
延宕，还是说它出于主题，是一个更没有办法有明确的对象、明确的这个过程去对抗。所以那个 resistance 跟痛还在，那个调性还在，可是整个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温柔，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社会现象里面非常微小的部分，我们当然看不到那个我们曾经以为的被 silence 的这个现象，它就在那边好像默默的进行。它其实是 complexity， 它也不是就是 everyday life， 它是在程序的很多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一个对社会生活的一个再创造，创造再创造。所以我感觉它里面的。对，这个态度还是蛮温柔的。如果用我们早用我刚刚听到前面几位在介绍他的思想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有支持的时候，当然有支持的时候，我会想成就是一个，比方说像政治竞选以来，或者反抗运动以来的那个支持，我们找出 agents， 那我们找到 agents， 我们就会想象那个主体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能够把自己要想要因此而想要。要 ride around 的那个动作讲出来那个主题，那这是我们一般就认为 resistance 就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化、道路故事化，然后生命又已经不再帮他代言的时候，这个 case 要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他用很温柔的方式对我来讲，他非常的细，甚至把那个在美国 Pennsylvania 的一个里面的医院的那个故事。他自己的相片，他家庭相片，这两个完全看得上，非常相关的事情放在一起，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叫这比较文化，可是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他今天用这里，如果用东方人来这个西方自己来的这个东西来看待社会、看待意义、看待东西，那今天从这个苏州工业区的这个 case 里面，我们反而会看到。很多跨社会的现象，从他的家庭相片、家里的亮亮个，然后把他的先祖给解掉这个动作，或者说外科手术医生，他怎么样面对一个生命，他救起来以后会有生命性的救起来，他没有办法用他的故事再把这个救起来的生命给串接起来，这个社会生活都是在那边啊，那其实那我觉得他野心其实蛮大的，但是这可能不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觉得他的那个观点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宗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跨越了现代传统分离，它跨越了所谓 dominance 跟 resistance， 但是这个东西只有当我们打破了 logo century 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这么丰富、这么细的。这是分享到这边去。我真的很想回忆一下那个邵老师。对他，这个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书籍，而且非常的吹牛。就是他的吹牛让我感到非常的很充足，就是非常的吹牛。然后其实他给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到底这是这样一种结构式的文字的书写，它可以走到哪里？为什么它是那样的结构式的书写的延续跟延续这样的民族志的可能性？我觉得就在他好像让我看到，就在那个吹牛本身。过去你记得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谈所谓民族志的书写，它可能会放在所谓的 otherness、remoteness。就是那种 remote， 然后强调那个 communication， 就是怎么样做一个 transition， 然后 reverse translation， 就是把那个对，那样的一个 remote 变成所谓的 analogy 或者 analogy 或者 ethnography 的一个基础。那在这篇文章里面不断强调是那个区别，那个区别也是我们可能成为民族志书写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从 remote， 从 others 的 otherness、remoteness 这种东西跑出来的，跟从 trivialness 里边跑出来的那个词，是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对，这是我们不断思考。
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想要回应他关于 science 跟宗教的关系。他其实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就是我这边用 science， 就是那四篇文章里面里面有讲到，就是这篇那个 Savage Science 的那篇，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 Science 基本上就是所有 sacred 的东西。即便你在听音乐会的时候，你没有听到任何音乐里面讲的话，但在那样的一个 Science 里面，它有一个 sacred 另外一个空间的出现，所以它是所有宗教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他要他的 science 做不同的研究。好，对啊，做毕业，我也不知道我要问什么。不过呢，我会来听这个读书会，或是对鲍威尔的东西感兴趣，是因为他担任过我们的那个就是咨询委员嘛。那我跟他见了几次面啊，我觉得这个很 nice， 相当 nice 的一个人。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东西。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他是一个，你跟他互动，他就会觉得他很客气，他完全没有那个学者的那个架子啊等等之类的。那从今天三个人的一些报告里面啊，我本来想要提问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了，那我们那边呢、谈 Rob Weiler 的一些宗教的一些研究。可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啊，我赵所长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到我编的专书里面来。他从所谓 China 到 Taiwan， 那我们自己从台湾的一些宗教研究啊，相对于 Rob Weiler 的一些研究来讲，到底我们对他的一些观点有什么样的一些评判跟想法？这个啊，是我本来想要。体会的，就是说，我们总不能总是 follow 人家的西方的从Friedman 啊、阿德沃夫啊，然后又谈谈 Stanley 是沃夫的学生，然后这些我们老是在谈华人什么，谈汉人的宗教，我们老是在谈西方学者，在谈说汉人宗教怎么谈，我们怎么谈，那到底我们自己台湾的宗教的？在座很多，尤其这个研究群应该都是啊，汉人宗教的权威或者是大佬啊等等之类，总应该啊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跟观点。本来我不想问这个问题，但我觉得也许啊还是可以问的、啊。但是我听了主力谈之后啊，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用了一个他叫 reverse history， 我希望你针对啊这个 reverse history 啊，会更进一步的去说明，你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虽然我知道你是灵光一现、乍现底下用的这个词，但是我觉得他蛮有意思的，主要是你用它来呼应威尔的。这两篇文章里面想要谈的一些宗教的变迁的现象，然后去说明，甚至你刚刚一开始就提到哈，就是说，事实上可能在民族志的书写的认识论上面哈，有一些创新，有一些什么，我倒是对那个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好了，那要。让我们看，就是说，可能在一些不管是汉人的宗教，或者是民族志、人类学的民族志的研究的一些典范上面啊，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研究群今天谈到这边呢、啊，
三五个，然后我们自己去做我们觉得好的，应该要做的一些的类型的研究，应该是未来是应该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他的认识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些观点等等之类的。我不太清楚我是不是问对问题，但大家都知道我是外行人啊，谢谢。那个谢谢三位今天的那个报那个演讲跟导读，就收获非常的多。然后就是很不好意思，就是我第一次好好的准备的东西，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然后后来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把它读完这样子。然后我有点惊讶是，其实我还应该不说好了，就作为一个外行，那至少有点人文背景的人，其实我还喜欢这两边的书写方式。然后可是当然我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刚刚一开始所以在讲，就是到底要做一个那个，就这种比较研究，就是你靠这个用这个写法哦，就这样子拿一个美国跟一个中国的研究方来写哦，那个在当前的那个知识生产体制，我们都要先去 justify 这件事情。你的理解，你到底有没有 justify 你这样做的研究？那这个当然已经可能已经不是为了这个阶段的理论。我觉得当走到某一种高度的时候，它有一种高度，但是它大概就不太需要去回应这个比较世俗、比较地面上的问题。但是我当然我也会有个 concern， 就是这个东西我不太清楚说它在商业研究当中，或是在科研研究当中，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比较研究的一种切入方式，当然就是前面刚刚学弟讲，这其实是非常西方的，用一个非常西方的方式去把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自己主要研究的东西，它把它带起来，并且让这两个相关。我想这是一个解释上的方式。然后刚刚我有请教过念杰老师，然后他也有一个他认为他对于威冷的认识，然后他认为这个背后其实有他的一个记忆。那我只是个人就比较好奇，就是一个是这个，但这也许不是一个，所以我说个人脑袋我读到你这个就是 global sense， 没有这样这个传统这种知识传统下会问的问题。然后我个人我会觉得看一下我这有点难问，其实。反正他在讨论宗教的时候，我会一直看到的是，比方说在那个 respecting silence 那篇，我其实反而会一直看到的是那个 reason， 其实是有点像林老师在讲的，就是两个不同的 reason， 他如何成为我们去理解宗教活动或者是社会实践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觉得那个在我们对于宗教或者不要讲宗教，因为那个宗教这个字其实可能会是有一个问题，这个等一下是我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比方说他把 rhythm， 然后把那种难以言说的情绪，说不出来的情绪，因为他其实可能包括这种什么什么 silence， 这种难以言说的情绪，然后这个东西如何在如何因为外在就是结构性的力量造成的那个 rupture 里头，它的断裂跟它透过一种新的人们如何从日常生活的生活的活动当中去重新打造，重新创造一种新的那个节奏。我觉得这个在理解，在对于我们去理解或者概念化、概念化所谓的 sociality。非常，在我看，我个人会很，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对于讨论时代，比如说 sociality， 其实我们通常都会从交换，可是这里头它反而是去意识到一个可以去衔接日常生活的节奏跟中跟仪式的节奏当中的那当中那个 affinity， 可是它有 difference 这件事情，我还蛮喜欢，我觉得它是。我必须要说他的文笔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我很喜欢
英文小说的人应该都会非常很容易进入威尔在写的那个文章的氛围里头，因为他那个其实就是非常小说的写法。然后这个东西会变成是在你的椅子，就是我阅读的时候为什么喜欢他，是在我的椅子被他睡了之前，我的情绪就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换言之，我是情绪上先被睡，我的情绪先被这个东西睡，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进入那个他所勾绘的那个主义讲那个充满的非常多，看似非常的 trivial， 可是又非常的，他就把那个 texture 其实写的又非常非常好。比方他写那个外科医生那一段，那个你真的觉得说，人家在看电视剧，因为非常的真的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说，所以民族式的书写上面，它这样的一种书写方式，它带给我们，它当然会，然后让我们喜欢写东西或看小说的人都会觉得，那我也想写这样的东西，这样，这个都会变成挑战，然后现在的可能就不太容易这样的剧情，可是当中就是会变成可能会有些挣扎，可是它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就是我刚刚在问倪老师的一个问题是，其实我很好奇。如果从威尔从他手掌开始讲，然后一直到今天的那个两篇文章，其实我会想到一个问题是，我很怕不太清楚，就是不知道两位专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威尔他到底对语言意义跟诠释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如果从他比较早期的话，其实他会非常强调那个诠释社群的建立对于行动。是不是有可能产生？应该说，对于促成行动并产生作用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具有一个关键。然后，可是你说那些 community 本来就是在那个，我们是应该是语用学还是语言学科？其实，应该是文学批评的话，其实有一个，其实他们就有用用过这个词汇。然后，因为说那个字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印象是，他似乎。可能从他很早期，可能受到那个就是可能文学批评相关或者语言相关的研究，其实可能有那个影响。就我觉得你或者是只是从那些片段东西我去抓的。那可是我特别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其实是因为在那个深色学那篇文章，我很喜欢那篇文章，我非常非常喜欢那篇文章。可是我喜欢的那篇文章其实大家在讨论语言的那个东西，倒不是。不只是在谈那个 unspeakability 的那个问题，其实是他在讲那个 foreclosure， 就是属于用一个，就像在精神分析上面，就是拉卡很常用的一个词啦。可是那个 bubble 应该是有转换过，那我觉得属于翻成诗语，其实是很贴近这篇文章。虽然他可能不是他的男人，不是拉卡男人，你是听短篇这样，这也要跟拉卡对话。可是他其实会有一个东西是。那个语言的那个我们的就是人类学的分析语言，在掌握现象上面有它的论文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重要。可是其实还有一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比较在意的是，他会认为人类学自己本身的语言里头，其实我们都已经被 foreclosed 了，以至于我们对于很多对，就是说我自己是两个完全学的，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语言上的 foreclosure， 就比方说他可能会就是质疑 the sacred 跟 the secular 这样的，就是他的是不是成立，他是原来的必要，甚至他会去质疑 religion 这个字其实可能真的不适用，不是那么适合去掌握中国的这个情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举的例子里头，让你感觉到，就是对于这些人来讲，对于他的生命，对他的存在，对着他所面临的，也许还有道德困境，对于这些量生命当中量沉重，但是又不可能逃避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人类学家的分析语言显然已经都无法去掌握他的时候，那甚至其实他也不想去掌握。但是，于是他就把那个氛围写出来，所以他其实到最后这一篇文章的那个，他就是一个没有 conclusion，
的文章，因为他觉得他的文章里面其实你的话语已经都足以去呈现。对，然后这个当然是我在读这两篇文章的时候一些小小的感受，这样谢谢。欢迎张叶老师跟大伟的分享，有没有发挥？我先很快的解决那个我不知道有那个问题，就是在里面不说我是高的主播，他对语文的想象或符号的想象，其实过去会放在就全世界的学员放在研究对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梦想的那种诠释，那这样的一个诠释类成为我们的一个压力，就是用那个来洗脑，就是观念改变世界，那个概念。到后期在人类学里面，其实最近的讨论，包括我们从那个从符号学里面过来的一个讨论，其实非常强调的是一个叫 bridges 的概念。bridges 就是每一个 topic side 在那里，你只要 bridges 的那个 side， 它就从。所以他会非常强调这个 bridges 的概念，看到，所以会强调这个 bridges， 所以后来在讨论，所以 perspective 的讨论啊，然后所有的各式各样的那个符号过程的变化的讨论，那就对，我用这个来回答这个。你看，那段时间蛮有意思的，说这个文章的长处跟短处。对我来讲就有点被拉出来了，就是只会认为他在讲区别哦，好像是他的这个坏处，可是我认为是他的长处。那大面都只是把它对立起来，他一定就有长处跟坏处，那我只是点出来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他大家也知道他好像是一个没有考过卷，道德问题没有考过卷啊，道德问题不可能考过卷啊。所以这一类型的文章，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属于结构的东西，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些文章，它都在处理这些日常的人，他日常生活我们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都是道德困境、存在困境，不是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些都是政治经济，好像一个很外在可以看得出来道德道德那种行动力。那这种东西是乱七八糟、复杂到。没有人可以解释清楚。那这些理论家，让我接触到这些人，他在讲跟长生活的人，都在另辟蹊径，就是说那种虚拟的东西，正好也展现了这个所谓很多奇奇怪怪的压制力量最发散的时候，然后这些行动者，也就是在这些最被发散到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有些就借由宗教，有些借由其他的方式来。表示他出来，他对于这些道德困境、伦理困境的挣扎、欲望、希望、毁灭，都在那边。没有人就是可以强到用去抵抗一个东西，也许是 case 的关系，也许是时代的关系，也许是理论的关系，这都有。所以我在这一点，我看比较强调的是，我看他这好像筛选的部分，就是说，好像在完全没有希望的这个东西，也许就是用政治经济的这架构，这不是讲了吗？你看现在话也起来了，生命也不见了，像过了快快乐乐，那是 end of story， 没有 three days， 那那种道德困境是似乎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终点在哪里，因为它也会有答案，人类学家也会有答案，当事人也会有答案，因为这个都是一直在往下走。那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 insight， 就是说，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老师，在这个理论脉络里面，像我们书写的，都在告诉我说，当事人跟我们一样，一直都在 struggle， 他有起有落，有高兴有损失等等。所以我可能就是这样谈下来，我觉得吧，这个不错，就是很有意思，这个文章里面情绪完全被打开，然后就是其实说这个。不好意思，我有一点分心去处理那个行政事务。对，我觉得经过丁老
师跟苏立的导师以后，让这两篇文章更多元、更多层面，而且再加上两位伟林跟少武的回应以后，我觉得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多面性，而且它的从以前到现在的发展，它其实是一个很低调。我觉得，如果跟那个 Sangri 比起来，那个丁老师把他跟 Sangri 是摆出来就是强人，我就是理论巨人。但是为了他很低调，他其实发表很多理论，但是他不摆出那样的对架势。可是其实他一直在关怀一个方面，我自己有两个想法，一个是他跟这位犹太学者就是 Seligman 合作以后，他是哪一位的 PowerPoint 有写到那个 Holocaust 大屠杀的，我相信他们应该会讨论到在长远的犹太人的历史跟中国人的历史里面有太多事是没办法讲的。你看我们的中国历史上面三国时代啊，隋朝啊，哪个朝代一样，就是成王败寇啊，有多少历史是不见于官方或者是国家公行的书写里面，那些难道都不见了吗？或者是他早期自己不注意到西南边疆的那种根本就是篡国不道德的这种小神，但是受到当地的边疆这么多的人膜拜，那谁来说他是篡国？难道那些受到国家同意的他就很正派吗？所以有太多是 unspeakable 不能讲的。那对比那个犹太教或者犹太人在世界流离这个来说，太多东西大概都是不能讲的。所以我想他们两位的合作应该是有触及到那种 human condition， 就是人类所存在时候很多并不是尤其是人类学的语言或者术语没办法处理。我相信的确他已经到达这个高度，他不想再处理一般的所以伟林的诠释非常好，就是他的这种处理方式他是要再处理新的地方。另外一个在盯着盯着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他们有一点跟那个 Edmund Leach 是讲的 Rite of Passage，就是回应那个空间的，就是我们反正那个仪式它都是有一个起伏啦，sacred 跟 profane 一个起伏，然后中间会有一个 transition， 那个 transition 它有时候是 anti-structure， 那 silence 也是一种 anti-structure， 我感觉有一种那个呼应的感觉，让我刚刚听的时候，对，就是对，模糊不清的啦，甚至矛盾的啦，甚至讲不出来的啦，不符合规范的啦，社会所不容的啦，等等等等，其实它有一点呼应到前面，虽然它的这个 silence 研究也不是说在人类学界是一个无中生有，如果真的要追溯等等，有一些蛛丝马迹。谢谢我想 echo 这个说长，不过像现在我阶段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就是太菜了，我以为这个讲出这是重大事情，所以所有研究的准备一定要小心，没想到这美丽的误会，也没想到我跟那个中国那个泰人宗教的关系可能比较远，可是在今天其实觉得好像也不遥远。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就是说长的一开始的这个自己要提到这个他强调回去这个体制外的有很多这些 unruly 的存在啊，那这些对我就从麦斯里面反映到台湾相对边陲的关系，一句话我曾经比较不是这么的在制度性上外面的一些有可能 silence 的声音，在这些其中被展现的过程里面，我就一直在想，从这个说的这个开头到后面的篇文章，好像在谈这种。仪式作为一种
这里是用透过这个规则来慢慢的规范化了、体制化了那些噪音，又使某些被骚扰的东西再次的存在，就是它感觉好像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说仪式它既可能让噪音产生，它也可能让某些东西出现，让骚扰的存在。那因为这个骚扰的存在，它又产生了可能行动的那些需要被看见的那个可能性。那我觉得从他这两个过程中，我好像看到某种一些行动主义所可能产生的一些契机的这个情节，是在那样的一个反对对称上面哦，应该批判就是说这些三人三国将本身成为了一种让这些三人可能被听到一个道理过，说他的书籍也许没有把别人的答案，可是他也许形容一种道理，最后其实蛮期待他下个礼拜的文章，因为其实这两个文章都有提到道理。就是讲的噪音，就蛮期待，就是说在他们的噪音是怎样？各大，是各大。OK， 那我完全不会，因为当我想到这个噪音的时候，其实会我让我心中在想那个希望还有在谈这个噪音，那个噪音就是怎么样挑战结构性，在那一个不断结构中不断出现第三者的这个噪音，挑战结构性之后，再形成了一个结构，然后再有新的噪音在。那我觉得这个仪式鬼啊，这些反复变成的过程的沉默，其实之后好像都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思考，行动主义的很的波动吧，大概是那样的想象。对，很感谢今天的3分钟，我快回应，第二什么问题？什么是 reverse history？我实际上不是很清楚 reverse history 应该是什么，但通过刚刚的讨论，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trivialness， 这些 trivial 是在 security 一种被既定的认识的结局，变现的结局，某种范式，就它是一个 trivial disagreement。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moral dilemma， 就是当那个少老讲的。最后就是走到一个那个道路上的困境，其实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也是刚刚他们一直漏掉的东西，叫 norms。最后第三次死亡，最后的结论，那一段话，他说这个放生的想象也没有了，仪式也都不能有，最后剩下什么？生日，在他2018年不能做仪式的那个生日的时候，是哭，对，你只剩下声音，我爱你，对，只剩下那个声音，所以那个声音相对于 image， 它有一个更原始的版本，它有点。对，相对于 language image， 甚至 image 在讲 logo essential 里面，它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存在的可能性。那这种东西的话，就我所以大概就是，即便我们在讲热闹本身，相对于 silence， 就是怎么样让那些声音变得更加的一致，更加的对，那其实也是一个 silence。从回到这么样的一个那种关于那个 reason， 没有 silence 就没有 reason。那这样的这种非常本体的一个讨论里边，最后真的就是要回到一个，我觉得我希望他在书里面的导论可能会写到，就是到底 moral contentment 到底是什么？对，我们怎么谈它？然后的 ethical life 的可能性在哪里？我讲一分钟，大家蛮厉害，就是他有些这个噪音问题的回应说，这个他那个谢老师也提到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是立足点的不同啊，就是那个我想他要接受他们批判或者争取的这个 paradigm， 就是他是蛮厉害的，可是我做了3遍我不进去哈，因为我认识你接下来就不是。
是这样的啊，我认识慈禧就不是这样的人，没那么温柔的讲话。我看到都是分的 video 时就是一种权力啊。我看到那个冰箱到处是械斗暴力，然后动不动就干架起来，讲的那么温柔，那么美好。我一直也没有习惯来看，可能看到那三人组那个美好背后，但冰箱是压迫，被控制，我是没有错。可是冰箱内部的本身那个。我看到你，我看到其实今天让你讲那个四神汤，自助感恩善解包容，一切都是 ambiguous。那个大众锅里面，你要说它那么美好，那么创造有可能性，创造集体的一种协力的共生，一种协力的进步，对我大家做田野来讲，我社会学家嘛，我是社会学家，没有什么容易，我就受不了啊！就所以我到非常难读够一病毒一句的阶段很棒，因为它虽然变成这么多田野，但那个东西真的我。跟我看到的也是一致的，那个很低点的那个东西。可是为了我就是看不进去哦，他是讲故事，他就是理论啊，他突然讲理论就在听，我怎么看也没有看三遍的，到底要干嘛？是不是？我的感觉就是说，那个东西，我相信他建立 paradigm 去对西方的东西，所以 paradigm 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做自己做自己的田野，自己研究自己的，为了我们社会的进步，或者是为了将来的可能性。我觉得那不是好的东西啊！他说那你能实现的，我们现在实现的那个达到下一步的那个，这我的感想啊。好，我们整个相对比较好多了。那我们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啊。我想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下礼拜的那个讲座是早上9点开始，因为我们平常的早上的演讲都是10点开始，然后大家10点到的话刚好讲。所以是9点开始，他要提早。因为他波士顿时间已经是很晚了，早上。所以我们是早上9点嘛，那请大家尽量都提早到会场，就可以完全准时开始的。那今天就很谢谢三位的分享，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